我们是不是有点大？还好是不是？我OK啊，真的吗？我也很OK啊。没有，其实真的蛮累。我刚刚跳完，我认真觉得我晕了，好像我也有晕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是首次。转最多次，对，我们访问一下Yunus第一次唱我们晕妈的完整版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啊，就是非常的喘，然后没想到真的是你很官方的感觉，对吧？对吧？对不对？有有有，上网翻译的，大家就是第一次，然后就真的这么晕，这边做完，然后又要这边，那真的超晕，整转完，你们有没有惊喜到？哇！ 因为我们就跟工作人员讨论很久，想要怎么知道每一个走位。对，我们原本要转这边跟转那边，但体力不够，太累了，所以就好。那我们是不是要慢慢的转到我们去？我们就边走边聊。哇，小心小心哦！小心小心。啊！呜，我们一开场就直接唱了。 几首新歌，真的全部都是新歌，而且三首新歌，四首新歌，就天亮了，是我们第一专辑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就觉得希望刚刚的那个表演，大家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哇，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第一趴，因为我们很忙，你知道吗？对。我们刚刚有了一个 dance， 小小跳一下吧。那在这里还是要问一下，玉婷，你裤子是没穿好？对，他刚刚上台前摔了一跤，所以你膝盖会冷吗？还好，就是在一个刚刚好的范围。OK 啊，气氛刚好，气氛刚好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日子，除了是我们的演唱会以外，也是 Yunus 即将要发新作品，是不是？要不要好好的说一下？来，对，我们下礼拜呢将会发一首新歌。 然后这首算是我们的专辑的一个先行曲，大家可以敬请期待。好，支持一下哦。先掌声给Yunus。好，那难得师弟来，我觉得除了一起合唱之外，当然还是要表演一下。我觉得可以，顺便可以穿个衣服穿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Yunus。